看到这张相片应该很熟悉吧，他叫寇世勋，曾是台湾的头牌小生，后来因出演《一剪梅》而火遍大江南北。由于年岁的增加，寇世勋就改换戏路，成了国民老爷专业户，常常出演豪门老爷，在戏里是三妻四妾，艳福不浅。不过在戏外，寇世勋的艳福也是不浅，因为他有两个老婆。寇世勋的大老婆叫崔瑶琪，是他自小的同学，两人青梅竹马，后来长大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同，两人还一同到会活动，看着十分的恩爱。寇世勋的小老婆叫徐黎丹，是健美小姐，比寇世勋小了许多。徐黎丹和崔瑶琪都跟寇世勋住在一块儿，而且还同住许多年了。他俩是楼上楼下，但两人这么多年都没起过什么纷争，十分的和谐。两个老婆为寇世勋生下了四个孩子。不过63岁的寇世勋坦言，如果在今天，自己绝不会娶两个老婆，太累了。现已63岁的寇世勋平常特别爱运动，常常跑步打篮球，体力十分的好，精力也十分旺盛，被许多人称赞宝刀未老，太让人佩服了。